亲爱的大家好，我是刘宝杰。美国 NASA 为了要探索太空，发射了航海家一号、二号，而在这上面特别制作了一个用黄金制作的地球之声。我要问你啊，这封信的内容不包括什么？第一个是各国的问候，第二个地球上自然界的声音，第三个科技发明的声音，还有第四个世界名曲。这题的答案是三，在这个唱盘里面没有科技发明。